什么颜色比较黑啊？比较冷，冷要什么？所以吸热它就自然演化的结果，也毛色比较黑。那我刚刚讲了一半，我说那个羊驼哦，羊毛羊一只40块，羊驼公的一只4000，母的呢，母的一只8000，因为母的会生，所以一般人没有几个人养得起羊驼，大概养个几只不得了，养一只羊驼可以养100只羊，养一只母的羊驼可以养200只羊，袋鼠是，这边这一区有袋鼠，对，这一区，那你们看到地上有一个洞，那个都是肚子洞啊，如果在斜坡旁边那个有洞，这样鼓起来有一个槽那样，那个是汽油洞，那个是汽油洞啊。